哇哦！为什么我的最后一个存档在地下255层？我在干嘛？请问一下，我上次最后一集的最后在干嘛？有人记得吗？我们的私家公鸡重见天日了，是不是好久不见啊？好空啊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柜子怎么一堆超强体力药啊？我的天啊，快忘记这游戏怎么玩了。我的道具都超高级了，秘营了，全秘营，还有一个合同秘宝。第一年冬天的话，我们在东七哦，东七。东八，我真的完全不记得 我可以干嘛。有大床就可以结婚了，而且我连小孩房都有了，小孩的床。但我要带什么东西去？我要买什么东西去？完全没有，完全忘记了、欸，我完全忘记这游戏怎么玩了，完全忘记我一开始出门后要干嘛了。我有马哎、欸，这只马叫鱼竿，你们还记得啊？不要记这种事。哎、欸，我身上道具是空啊，青之羽毛。哦，永生花可以买好几个、欸。青之羽毛只能买一根，我只能有一个大老婆，可以有多个女友，但只能有一个老婆。我结婚的话，有可能会辞掉医院的工作，少骗人了，你明明骗我。哎呀，接下来要去求婚吗？呵呵呵，加油！完了，我没有满足条件，糟糕，我被护士拒绝了。居心事件还没做，怎么被拒绝了 ？Bug。要先告白，告白过了吧？妈，大红心欸，一定要先给永生花、哦。可恶！噔噔噔，噔噔噔，怎么了吗？找我有事吗？咦，那个是永生花。看来是个严肃的话题呢，我们换一个地方吧，别在这里。啊，加工机你也太短了吧，我吓了一大跳欸，可以再对我说一次吗？噔噔噔，是吗？我一直都只考虑着家人的生活，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有恋人。怎么办？我真的好开心，可以的话非常乐意。哇哦，这样我们两个从现在开始就是恋人咯。好，令人害羞，好像没办法冷静下来，这里是现实对吧？总之我还有很多家事要做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今后就麻烦多照顾了。好，突然就结束了，再去一次。噔噔噔，啊，那个。难道是？对不起，我觉得我们还出来太早了。哎呀呀呀！刚交往是不能结婚吗？永生花很好呢，不用担心过敏，可以带到医院来。没想到你有这样的心意啊！虽然很开心，但我还没有一样的心意哦，好尴尬。要过情侣事件，恋人有两个事件要过，哇！要在星期三的早上9点到1点。今天星期五哎、欸，好久、哦。其他的女孩在哪里？好久不见，蓝，咪得咪得，过来。是永生花呢，要不要再装饰在店里呢？那这个呢？哎、欸、不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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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t you not you。今天我们自己可以冷静谈话吧，可以从头再说。不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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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要点头啊，弄错了，真的可以吗？不，不行，不是你，我早就开心的。当我们成为恋人后，原来我们成为恋人了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不，别说，我会被拧成麻花。我突然很想念个日记，有没有？我们读个日记吧。啊，咦，哎，咦，我怎么回到？哎，咦，是突然时空错乱了？你们全都忘记了，时间重置到了5分钟前。结完再读档，那个人比我还过分，所以基本上我跟大家都交往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小女孩呢？不能上去二楼啊！你很凶哎、欸。帮你刷个毛，你一定很久没被刷毛了，对吧？当当，我也想要被这样求婚。哎，什么意思？这里的风俗很有趣、欸。布布利，大家觉得公鸡觉得布布利怎么样？哎、欸、嘿，没关系，只是稍微问问而已。布布利喜欢花卉，也喜欢永生花，就这样。对我们来说，不觉得太早吗？半破布布利好可爱啊！
是蓝色羽毛啊。我老公啊，说要自己去寻找要送我的蓝色羽毛，所以暂时不会回来。我看是不会回来了啦，哭哭哦。那我必须要等到星期三，是不是？星期三去奶奶家吧，直接睡到星期三吗？呀，是家公鸡，我来看看鱼缸的情况，差不多快长大了吧？90点，你有用心去照顾它呢，你合格了。作为谢礼，你可以把鱼缸当做自己的马来养哦。我可以把鱼缸当成自己的马来养喽。看来他已经非常亲近私家公鸡了呢。以后也麻烦你，拜托你照顾鱼缸喽。我记得早上9点的时候，这边应该都会有一些有的没有人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呵呵。哦，来了！呀，私家公鸡也来了。这个给你。波波弟喜欢花卉哦。这个给你，是永生花呢。哇，怎么这样看到我到底跟谁在一起了？我完全忘记了。居民波波弟好可爱哦。艾薇。哎，牧场物有本本吧？有吗？突然很好奇，什么什么想干嘛？这不是一般正常人都会哎，玩这游戏玩十几年了，从小时候玩到现在什么的，他们都现在都变高画质了，不是应该？这个呢？蓝色羽毛，那不是求婚用的信物吗？就这样，那我是不是真的要直接睡到礼拜三？因为我看8号、9号、10号好像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啊。啊？怎么了？你该不会是在跟我交往的？哎，私家公鸡，虽然很突然，你要不要来我家？他是不是想看我的？我的私家小公鸡？不，没什么。卡特先生从山上采了很多香草和蘑菇，我想反正难得，就试着做了有药效的香草咖啡。别担心，我这次已经试喝过了，正因为做得非常好喝，想务必请你喝喝看，才过来找你的。你会来吧？嗯，那马上走吧。哦不，三瓶药直接攻击，我现在等到了。小心那瓶药有问题。那么我马上泡私家公鸡，请先坐着，稍等一下。私家公鸡，你还很半信半疑的感觉呢。不过这也难怪了，一直以来我偶尔也会帮忙多特做药，所以我能明白你的心情。但是这次很难得中奖了哦。男生怎么会中奖？那你久等了，来。左右为难。哇，先放头顶，味道很棒，好喝那是当然的。现磨豆浆，他刚说的是咖啡吗？咖啡也是一种豆浆吧？哎，你说如果是这个，随时都想喝，是啊。那个这次没有按照配方调制，也没有调整过味道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做得很好喝了。嗯，也就是说。这是偶然的产物，这是偶的产物。下次能不能泡出相同的东西，就要看卡特先生带回来的香草虫类。不可以推给别人，调整味道吧。不可以推人，居然说是推给别人，这种说法真是讨厌。完全错了 ，fuck！ 我可是说好了，泡咖啡的人可是我啊。私家公鸡和多特真是一对很好的组合呢。多特能遇到好对象，真是太好了。毕竟多特有些地方和别人不太一样啊。连卡特先生都这么说，真失礼。我哪里？一般人不会让刚见面的人喝下还未完成的药吧？黑暗组织会啊。你为什么会知道？呵呵，是为什么呢？不过那的确是不合常理的行为吧。那时候那个真的对你太湿了。嗯，你说你明白这是出于热情，这样啊，能听到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我可以自信的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没有错了。这人怪怪的。谢谢你，私家高鸡。与互补的对象相遇的命运，这就是卡米诺指引吧。是啊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我今后也会在你的协助下为这个世界制作出新的，那倒是挺伟大的目标呢。要请你调整味道哦。
多喝，听说吃黑木耳会比较鲜。我知道了。星期三早上九点要去奶奶家，给你石头，很受用吗？那帮你浇了个水，那两个锤子揍你，用指头戳你，用镰刀砍你，用斧头劈你，用鱼竿钓你。小胡子，阳光阴天阴夜在讲哪里哪里不舒服吗？快点！我等不及了，我等不及了！事件，哎呀，私家公鸡是来见我的吗？找我一起去外面玩，反正晚饭前还有时间，偶尔出去也不错呢。可是等我一下，我头发一定很乱。哪有？你是最美的。那个，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打扮一下吗？话说，你每天都穿的一样哎。等我一下啊。等，干，你有换了、啊？久等了，我们走吧。羞羞脸，他们两个在害羞。姐姐这时间出门真是难得啊，两个人要去哪里呢？你很在意艾莉结局吗？不是，这不是那样，我只是说想做什么重要的事。你要去看看，不要被他们发现。好。哎，这图书馆看起来很不隐秘，不可以，没有办法在这里做害羞羞的事。哇，到处唱歌。什么都没做啊，看你是很懂哦。与其说什么都没做，不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玩吧，就像现在的我们一样，一起玩。看到艾莉姐姐在玩，怎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哦，看人家在玩，觉得奇怪的你才奇怪呢。有些硬硬的缩拳头。虽然一直都忙着工作和照顾家里，但其实艾莉姐姐她一定也会想要跟朋友一起 play 一下吧？是吗？因为艾莉姐姐平常都没有出去玩过，要做饭给我还有爱莲奶奶吃，所以看到她这样走在路上，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裤子紧紧的感觉。哟，你怎么啦？我今天要先回家了，我还有要做，明天见。没，突然之间怎么了？优这个人一定是回家搞秋情了吧？好久没有这样子像跟其他人聊这么多话了，私家公鸡，嘻嘻，好久没有这么松，又开了。不过这个时间差不多，我也该回去了。晚饭都还没准备呢，担心那孩子会不会又说了什么让奶奶伤脑筋的话。又一定会是个好孩子的，确实很令人担心。这应该是要选又一定会做，会吗？私家钢筋都怎么说了？或许真的是这样也说不定呢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姐姐你回来啦，要不要看我刚现磨的豆浆？有，我回来了，那这送给你。噔，帮忙券，没错，以后如果艾莉姐姐想跟大哥哥出去的话，就换我来做吧，这样你就可以多玩一点了，对吧？有。你这孩子真是，谢谢你哟。那我先回家，搞秋情了。这家公鸡我现在非常高哦，看得出来吗？孩子发现我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跟私家公鸡相处，就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关我的。难得送我的帮忙券，实在舍不得用啊，我想要把它好好收藏起来。你不要可以给我。12点了，嘿嘿，奶奶，这是第二个事件吗？
刚好直接触发第二个事件。哎呀，怎么啦？可以念绘本给我听吗？嗯，可以哦。有一只驯鹿闯进来了。哎呀，私家公鸡，大哥哥！哎呀呀，欢迎哟！真是的，他奶奶真的要把你当做哥哥的样子呢。大哥哥，来玩嘛！一起玩吧，我在忙，没办法。这什么事件啊？这好像不是那个事件哎、欸！哎哎哎哎哎，来撕皮！哟呀，真是的，私家公鸡也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做。抱歉，真的方便吗？嗯。太好呀！嗯，那哥哥再多玩一下嘛。哟，玩够了吧？这家公鸡哥哥还有牧场的工作要做呢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这家公鸡说很谢谢，大哥哥，谢谢你，谢谢帮我大哥哟。要看会是真的来哦。干，怎么就晚上了？干我的事件呢？还是要一起睡？床、桌子、架子。啊？还敢摆架子啊？分档吧，不要再等一个星期了。来，东风季感恩节的礼物是收到戒指。哎、欸，戒指会不会太贵重了点？天啊，破布利比我还主动。就是现在。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，this moment， 咿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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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吉他。